你们两个进来先照一下。他觉得一个党要成立，就好像一个家里要有一个很有看起来很有福报的人，对不对？所以要找了一个这个 size 比较大的人来主持。对，郑家主席飞了去换，大家有没有？来，应该算是集体通过吧，虽然今天是公开场合。是。因为这是有点难，那就大家用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好吧？来，一。二三，举手。来，请我们的郭主席发言。上台，谢谢。我们的副秘书长李淑宇小姐，上台。各位政府登登记已经过案了，所以原则上我们党会就是这样的这个我想大家这样看起来也是一种谈论。先这边拉拉筋哈，来拉个三秒钟，身体会更好。对。自己的精彩介绍，还有我们这个秘书长、副秘书长，还有各位来宾，晚上好。好。还有这个国华，还有就是李书记跟刘磊理事长啊，这个这么繁忙的时间里，拨空来参与本党的这二次的会议。那为什么和合二胜呢？和合名字呢的由来，刚刚我们这个司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再来传述呢，这个我收藏的这只熊猫，这熊猫呢，它已经有差不多1200年的历史，它整个呢，差不多有80%呢是天然的，80%天然，那这样的天然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我运用了这个熊猫呢，来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来做和平的一个代表。有没有几位贵宾？有没有贵宾想要特别来？唱名的，那我今天做到要唱名，这一位是我们的中华国际文唱协会的理事长，我们的严正雄严理事长。大家好。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刘常委刘董事长叫我上来有一点surprise那我们协会为了支持这个活动，今天来了20几个人。那我想我们有几个在前面的贵宾，我先介绍一下，其他的待会用餐的时候有机会我来介绍第一个就是刚刚为我们祝福的这个高丹巴第18世一尊会吉祥大波波，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第二位是中华全球艺术唱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也是台湾非营利组织联合总会的名誉理事长，也是之前天津山东台胞联谊会的会长张连兴张会长。下一位是中华全球艺术唱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内湖、中山、士林区区长。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台北市政府参事兼动物园园长，我们两岸的动物交流团的演员是在他的手上接过来的。
同时他把我们台湾的梅花鹿跟山羊送到山东威海的柳公岛，我们掌声鼓励他。下面一位，我想很多企业都认识哦，台湾的企业应该三分之二都被他的公司服务过，是我们1111人力银行的前副董事长兼集团总经理，也是澳门媒体集团的副总裁，也是中华人事主管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台湾品牌开发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的名誉理事长。掌声鼓励他哦。那下一位，下面一位是农委会的专案计划主持人李春燕李博士。那下面还有很多的会长，有很多的董事长，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用餐的时候再做介绍。那我想我今天来出席这个活动哈，我必须要就我的内心来表达一些肺腑之言。当然首先我要祝贺这个和和文化党的成立，恭喜我们郭士伦郭主席，还有刘昌伟刘副主席，以及我们和和文化党的所有干部。我想这个党在这个时候成立，它有不一样的意义。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以前我们台湾的政党是跟一般的社团是一样，30个人就可以成立了，所以台湾有300多个政党。那小弟不才也担任两个政党的名誉主席，可是蔡英文最近说要对政党积极管理，而且政党的财务报表每一年都要经过会计师签证，那所以修改法令，现在政党的发起人要60个人，成立要100个人以上，所以有很多政党是在这个时候解散掉。那我们郭主席跟刘常委在这个时候来成立这个政党，我想有他的使命跟他的责任感。更慢一些些，更慢一些些。来，拍个照，拍个照，定格。不好意思，我就不用介绍了。那这是我们魏翔阳伯伯加持过的。那我还有准备一股很好的这个书法作品，是非常有才艺的，叫茶茶。我想我们用餐的时候，我再来赠送给我们的刘长伟刘董事长。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我们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起立好吗？是。请我们的贵宾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的向世界和平的共同宣言。来，至此，本和和文化党所提倡世界和平需有共同语言文化平台，因此我们愿意共同响应和和文化熊猫，简称微笑熊猫，作为世界和平文化品牌代言。微笑熊猫的任务，追求人间温暖、社会和平、世界和平、吉祥如意、人生顺利、平平安安。好好简单又非常庄严的句句，都是一个很神圣的每一个字眼哦。谢谢大家，请就坐。祝各位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兆元滚滚。好，谢谢。Thank you.